我不恨这种吃大块的东西，我也是有苦衷的呀，沈世军。你说的都是真话，我讨厌这儿的味道。你是想拿沈家的世代心血赌你的儿女情长？你竟然敢动我的妹妹！我跟曼桢已经认定彼此。好啊，那你娶她。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够帮助你。你别轻我警告你。 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半生缘》。